从2月10号至今，台湾有关方面啊，单方面暂停了除往返北京、上海、厦门、成都4个市之外的两岸其他空中这个客运航班。当前啊，大陆抗击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，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交往的需求大大增加，民进党当局啊应该停止政治操弄，回应企业和民众的需求。谢谢。